还是全明星运动会第二季上周播出最后一集，接档节目《全明星观察中》将在本周日播出。节目邀请了江宏杰、小圈等七位艺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实境观察他们的生活日常。而大家朝夕相处之下，会蹦出什么新火花呢？带您先睹为快。早安，哇哦！提着行李走进独栋透天厝，七位明星房客们一看到自己的小小天地，个个赞誉有加。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大家庭，那接下来14天，各位就是同居的密友。台视实境节目《全明星观察》中，邀请江宏杰、小春、大元、果果等七位艺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24小时实境观察生活日常。他们将在这里展开14天的同居生活。日活中青春力大队，红队经理，对，红队经理什么意思？初来乍到，彼此间还很陌生，但经过朝夕相处，感情可以升温的这么快，然后就真的是很像一家人的感觉，然后我们一起。努力一起奋斗，就爱大家。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都有他很不同的面向，大家看节目一定会很吓到。大家互相扶持，变成一个大家庭。这七位明星的同居生活还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有兴趣的观众千万别错过。这次的报道。